爸。设一级景区。修了五座这样的院，总面积25万平方米，今天看的是两座，45000。这座呢叫高家崖，有王家17代两兄弟所修，老大王汝聪，老二王汝超，修建于清朝的嘉庆年间。我们现在的位置，老大家乐善堂的大门口。大家先抬头看我的绿点，咱们先看这个门楼的前装饰，看看绿色砖瓦。那就是琴棋书画样样俱全的一个书香门第了啊！四个柱子叫垂花柱，垂下来四朵花朵不同的，中间两朵呢是牡丹花，代表富贵，而靠墙的是荷花，荷花又叫莲花。这个就是一树的落叶。调过来，都调过来。荷叶、荷叶、荷叶，里边还有花瓶、香炉，以前清代雕刻特别的细。上面有两种台阶，如意台阶，正面走会普通生，两边走左右逢源，里边都好。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。上面这块。
条过门石，一整块青石雕刻，水鸟露丝，旁边是荷花，一路联合取谐音，一路联科，希望子孙在科举制度下连连高中，步步高升。这是岸上，这是水里边，用一块石头雕刻，保护它咱就不踩了啊。我们从侧门到大厅来看它的，咋就不能拆了？在这儿呢，这个就是王家大院，咱们今天看了两件，现在看第一组高家两进门去。咱们现在的位置在老大前院的客厅里头，前面客厅，后面卧室，这是老大的主院。西边看一样样的布局，老大的主院，上边最高的围院，主家丁，书院、花院、长工院、磨坊院，可见其功能齐备，成龙配套。看了这个院之后，咱们一会儿要过个桥，然后来这边看。这边是王家老宅，它叫鸿门堡，修建于清朝的乾隆年间。这个院呢，它在山坡上修，最大特点三横一竖，王字布局。这边住的是14代到21代，住了8代，修了8代，修了11年。所以这个是小区，人多，看规模。那个是别墅区，住哥俩，看三雕。所以说两个院子的看点不同。接下来就随我实地参观，去后院看一下老大住的地方，他的生活区，走吧。就这个图。外面是最开始的那车呀，后边就等车，都是等车。这边有些都没讲。是住他的儿子。进来看一下这个门，它叫垂花门，垂下来这个吊坠，不雕饰的，里外四的，哦，这样的事事如意。侧面这个叫翘杆，它起支撑的作用。上边竹皮包裹，防潮防蛀，竹皮上钉子卯成佛家的万字不断头，这上面合起来万事如意。门口这个就是万字佛家的标志，代表吉祥万德。刚才是客厅，咱现在来的是老大的卧室。进来之后，咱们先看一下他的布局。老大呢，住上面的正阳，两侧住的是他的长辈，东西一层住他的孙，楼下的几层叫做二百零九楼，楼顶上还有一层在东西连接的木屋。咱们先走过前面的石雕吧，这个人就进入了啊，他前面是他家乐山，我想一下，就没看。柱子下面这个石头啊，特别精美，它叫柱础石，它是一个供灯形，有6层来雕刻。第一层是谷，天圆地方，谷在上，代表天。第二层锦缎，锦绣前程。蝙蝠祥云，福祥双至，草龙正宅辟邪。中顶底座，回文不断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锦绣前程，好福气。大家去看看窑洞吧，山西的窑洞里面的家具都是现在收集的，和王家没有关系。来看一下这个进去窑洞，来往前走，往前走九位的看这里啊，人家这细节都非常注意。头灯型的厨房，不过原来它是窑洞，这个窑洞。这个地方都是专有埋的卧室。这地方是锅，冬天生火烧烤取暖。窑洞的好处是冬暖夏凉，它的不足是什么？通风采光不好。它的正窑就类似于现在的主卧，就是对的。哎，咱们来这边，走走。是回文，源源不断，子孙不断，上有天，下有地。这个小窑是走包的，猫洞，猫出入比较方便。这个小洞是猫，这个就是赵薇住的套间，两栋窑洞，不过里面的格局大同小异啊，都是睡炕用的。来转身，咱们看一下这个石雕。锦鱼跃龙门，希望子孙要飞黄腾达，有所作为。台阶上去是绣龙，台阶讲究13个，小锦13上绣龙，14留长发，15岁出嫁才能下楼，上去待2年啊，出嫁才能下来。来，咱们到楼上去认识王家老祖先。妈，走了。谁上绣楼？
十四岁，13岁都上去，14岁还有九位的，还有这里白发，配着龙粉，头甲，古代科举考试入口就是龙粉两只，科考。爷爷也不能踩了，三十到处都是股东。希望王家的姑娘能嫁得好，这样数一下台阶十三级啊，象征小姐十三级的年龄。他就怕考场不要，咱赶紧去。现在秀龙你也要多少个彩？哇，秀龙。对，秋老就上边上排面太美了，你来一下。来，过来，咱们看这个吧。对，这是老大的始祖阁，里面共王姓名，王之乔，全天下第一个姓王的。刚开始他不姓王，他姓姬，叫姬敬，东周灵王姬谢姓的太子，天生聪慧，15岁参与朝政，因为性格直谏，被父皇贬太原，后来子孙改为王姓，天下王姓出太原都从他开始。这是后来的塑像啊，之前都是牌位，没有塑像。来，而且这个是东周的时候排出的，没有？对呀，东周。这个像在看的，他是王姓是改东王，改姓为王，因为在那个年代吧，有改姓、换姓、冒姓、私姓，其实咱们姓氏来源特别复杂。王子乔。大部分都姓姬，都是因为姬昌开始。怎么又是秀龙？秀龙不是已经过了吗？上面这排呢是最高的围院，以前啊住家丁，就是看家护院住，站得高看得远进行防御。现在是我们的办公区，所以咱们现在不做参观。下面的小洞都是楼梯间。这是你的。对，像你们家的楼梯间，说早点的地方啊。来，他们前面的老二，接下来是老二家房，兄弟两家是连着的。老大家顺着往上走，老二家倒着往下逛，布局一样，但是老大是五品，老二是四品，他的官高，所以说装饰比这个小的好。这是排水的下水口，左边这个钉子加固的，这叫固墙钉啊，这个之前就有了。接下来我们去了解王家的发家史。老人家做局，老人家年上是吧？老大在这乐事，乐事。嗯嗯嗯，就像你给你们家房子起个名字一样，不然不知道谁家是谁家。对。老大是乐善堂，说明老大好善乐施。老二是敬业堂，就是热衷于自己的事业。而且老大当时在山东的刑部做官，老二是在北京的户部做官。他们都在外面做官，只是说回老家盖了房子，显示自己的权贵。咱们都说嘛，落叶归根啊。这个门有点窄，跟着我往过走啊。行。不急。跟着我，咱们出门往右边走啊！哎呀，你看那个团走的。这个台阶下去是老二家厨房，不过现在下不去。这是烟囱，是做成一个屋顶的造型。又好看又能排烟，严肃的正经。老二就在上面的楼上吃饭，下面咱们的豪华房间。95年都上楼了，就是一个空房子了啊。所以咱们接下来去那边楼下去了解一下王家的整个房间。下面做饭，看到那个小阁楼的那个是烟囱。咱们都跟着啊，你看人多，不要走散了。对，先盯着听讲。对面楼上吃饭，对面楼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包间。你看王家就是这样迷宫式的格局啊，院里有院门那套门。其实以前祖先一样都是排位啊，这是我们98年的塑像。来，咱们进去，他们进去，咱们进去，跟着我走啊。
描述来发现画出来的他在其中的话来过来看看那有大妈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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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好了，看完这些，我带你们看文物啊！咱们到老二家的客厅去看。贝贝疯狂。这个是美女，或者说我的嘴巴，这个的话就是也是被照照仿。咱们先抬头看上面的这块门匾，归元祖考，清代中立派学生，官方刊物。我有规矩，不成官员，上面取的规矩，告诫谨遵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规矩多一点，不管做什么事儿，规矩多一点。接下来呢，随我到大厅去看吧。外面收来的东西。旁边是四十，你看。规矩多一点，规矩多一点。我抽奖的，咱我就成八戒了。多一点。嗯。绿园。嗯。你这么复杂了，到了我就能跟上。你啊，别在客厅的门儿这么。嗯。桥上的。好酷炫啊！我要跳到最高上补前四周连通，周长638米，穿过我们家嘉定巡逻的那块巡逻大厅，最高六米32米的四层楼高阁。看旁边那个叫什么名字？过去呢，本来也是王家的，鉴于雍正年间北京人修建您的孩子，但是也是后来因为破坏力度大。个人开发投资成一个温泉酒店了，那边是酒店。哦，对，那以前就王家大院的。对，之前是王家大院。然后呢，过去王家坟地就在这后头后山上头，占地360多亩，采用梅花葬，就是祖先中间子孙回家去烧。但是后来呀，有些把寨门口的土栽树吓唬住了一些当地居民老百姓。
那现在呢，文革后人还有3000人左右就在村子里边居住着呢。但是大部分文革那会儿在这边照相国外去了，有在美国开医院的，台湾开轮船公司的，这是发展特别好的。对哈。再转一圈吧。然后呢，接下来让您再转不到了，咱们讲解内容到这儿。差不多。哦，你是做工的那个哈。那时候没成家，应该整个画面就可以妈妈刚才屋里是怎么开放的？妈妈爸爸，你哪开放的？现在这一代怎么开放？啊，这就是妈妈爸爸，这都我自己进去的。哦，那门都给你睡了嘞。妈妈爸爸，在车上。是吧？